你的是小姑娘，你说你不变，说说你不能。老子喊了别烦我。谁啊？知道我们是谁吗？停，我是城管。小子，俗话说得好，宅男废纸，宅女废电。今天我们就替国家节约提高，这产品就有点失落面子了。怎么样？可以吗？钱我房子，钱有办法解决。小子敢顶嘴，兄弟们上来！慢，帅哥，有女朋友吗？Oh my god！ 人们都说兄弟手足，女人，而我发现我却七手八脚的摸不着实处。怎么说？你是没有女朋友了？喜欢男生吗？没试过哎。那像我这样，是你这样子的。男人的三个一八零，180公分，180厘米，去个地方。等等，我想把
花送给你，你忘台词了。呀，谢谢，我太紧张了，给我点鼓掌吧。什么惊喜？惊喜就是惊喜了。别，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惊喜了？惊喜就是惊喜了。那你给我说一下，到底什么他妈的是惊喜吗？惊喜就是脑残迪兔尼乐园，我们走吧。哦超大声的，今天你脑残了吗？欢迎来到迪兔尼乐园，我是李宁，我是安踏。这关游戏游戏规则是你们通过了这关游戏就可以获得由或者由脑残机构提供的情侣套票一份。我好想去啊！哇，那我们 get it！ 哇！好，这一关的游戏叫做《孔雀与凤凰》。哇！大家猜孔雀还是凤凰？脑残公司提供的情侣套票一份。我们终于拿到通往摩天轮的套票，高兴开心。
间不够一分钟。没看完，新加坡的迪士尼乐园现在好热，但天气没好，你终于拿到了摩天轮逃票。你知道吗？曾经有个人说过，在摩天轮的最高层，如果两情侣接吻，那么这段恋情就会持续到永远。哎，你知道是谁说的吗？就是那个骚的人向我了。亲爱的，其实有一个秘密，我一直不敢说。哦，为什么？没有见。难道我们十几年就认识？还记得十年前大明湖畔那个校章吗？哎，你的声音怎么变了？难道没错，这么热你怎么会感冒？当年你我难难有别，终不能全镇不能成正，确实，所以我去了泰国，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手术。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啊，你接受我吗？接受我的话，给我一个 kiss 好吗？接着让我。